这就是所谓的暗网。只要有钱，任何违法的事物都可以搞定。墨家最不缺的就是钱，但如果哪天那幅画可以失而复得，那我希望你留下它。这是最好的洗白方法。我劝你不要那么容易相信这个人。这幅画就请墨夫人签收吧。妈，为什么要搬进墨家？女人的心没有人猜不透。每周六日晚间8点，东森戏剧台《王牌辩护人》。